在高朋满座的餐厅里，一名食客突然肚子痛，他急忙冲向厕所。等人，先生，拜托拜托，我快拉出来了。我已经拉出来了，真抱歉。哎，你还要多久啊？我快不行了。我也拉肚子，楼上还有一间厕所。楼上啊？不啊！不管了。哦，你实在真好运，拢无去互喷着。拄则唔知影倒一个青仔站去楼顶用扳手，结果吼，赛车拢冲冲乱，破电风吼，拍到规四过，遐人体吼，大家拢规身躯啦。